啊，台长，我想问看啊，1932年属鸡的女孩子，1932年啊，啊，属鸡的，32年，刚买房子，32年还女孩子啦，老太太了吧？啊，对啊，老太太，啊、对不起，台长，啊，你还女孩子，32年的女孩子，啊、对，32年老安弟，我看看啊，同修的母亲啊。啊，32年属什么？属兔子啊？属鸡的，1932年。哦、属鸡，想看什么？想看身体，好像不大可以，不能走路。我看看啊。哦，第一，他的关节不好。关节不好。第二，他的腰不好。嗯。他的腰不好。而且他的血脉不和，他的脚有点肿哎。脚肿啊！哦、嗯，原来是这样。哎、那么台长，他要念几张小房子？他身上有很多吃的那种活的过去活的东西呀、啊。嗯。好、啊、了，过去老人家嘛。哎。啊，然后他要念几张小房子啊，台长？几张小房子？嗯。对呀、啊。他至少要念82张小房子。82张，然后放生呢？放生是吧？啊，对，放生。Hello。我在看，我在看，放生要1300条鱼。1300条鱼，小王子82张。对。啊，感恩台长。